有两个同性恋在台上讲话，很可怕。好，不用介绍了，大家都一样，人都一样。我讲笑话，不管。哦，这是陈国芬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啊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你是谁。我要讲笑话了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南极很多孤儿院吗？因为有很多企鹅。Thank you.
谢谢。